你现在讲的扯这个没有用，所以你不认我这个儿子？不是啦，我就跟你没有关系，我要怎么认？一定有关系，你叫我们叫警察来。叫啊，还是要滴血认亲。我的爸爸有私生子，吓到你叫警察。大家好，我是酷炫。最近好多人传一张照片给我，说：“酷炫这个人是不是你？”我一看，他妈跟我长得真的很像，不管是笑起来的神韵，还有牙齿那个角度。我爸是不是在外面有偷生？那好险，刚好有人认识，我今天就直接邀请他到现场，欢迎小波。大家好，我是第二个酷炫。我们笑起来的样子其实是有点像，而且因为刚好都是戴黑框。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？大概一年多两年了。因为每一次你直播的时候，都会有人传传那个图狂飙，而且最近超多。最近像我有没有带来困扰啊？也还好啊。好把妹吗？我就不把妹。你怎么可能？母胎单身。屁啦！长那么帅，而且你这样是在说自己帅的意思。称赞你就是在称赞自己啊。好，那赶快爆红一波。他们的频道是香水人生的小波，就是完全否香水。好，那之后希望有机会再跟你请教一下 ，OK 啊，怎么样使用香水。好，那今天的企划主要是这样，因为他长跟我太像，然后他待会回我爸家，然后据说那个其实我是你的小孩，然后你就随便掰说你几年前跟我妈妈，真的要这样子？你就这样，因为我真的没跟我爸讲，所以我就是直接去敲门，你就按铃，你说看到他山吗？对，然后你就自己掰故事，你随便掰一个你妈的名字啊，然后在几年前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几年前跟我妈有过一段，你忘记了吗？然后你就看我爸会不会有反应，因为我妈在家，她应该会傻眼。好，那马上回家看我爸会不会被吓到。出发！天哪，这好傻狗血哦！所以这个是你们设定的情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想说就是给你妈妈写给你爸的这样。我跟你说，因为我爸只有交过我妈这个女朋友。你确定？应该啊。哦，应该。如果我妈知道我爸其实中间有别人，那会很刺激。就代表他，我爸跟我根本一样，代表我现在做的事情都是有合理依从。但是那天在厕所里面的一切，无法忘怀，无法忘怀，我永远无法忘记你的强，你的强悍，就是这么强悍，你的霸道。谁？他在高中有，比如说也很久。我跟我爸不熟我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想再听你说一句怎样呢？最后一句当 punch line。好，好，这张很厉害。信物啊，待会就这个。当年被扯下来的纽扣在这边，爸爸你要怎么处理？好好处理。因为我没有跟他们说我现在要回来，所以你出现现在最自然，他们应该会傻眼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家里，待会就靠你了。好，我相信你 OK 的。如果开门的是阿姨呢？你就要让阿姨觉得她年轻乱时候乱搞，跟他们吵架。反正你开头先跟她拉上来，我们躲起来。啊，所以我要拉到你们出来就对了。拉到我觉得差不多，我就会出来。反正你就敲门先说，你记得我吗？或者你记得立方吗？她忘记，你就说你怎么这样子？我觉得你可以有点凶都好。OK 吗？你好，你好，请问是那个华山吗？你是我妈妈有，我就是想要跟你说，不是我不认识你，你知道你认识立方吗？哪一个立方？就是我妈妈的名字是立方，叫她全名叫什么名字？王立方。王立方，我们不认识。你一定认识的，她有写信要给你看。然后我今天我是专程从嘉义来台北。没有啊，那你那个是信是给我就好，那看是什么，怎么事吗？我这一次来是要找爸爸。找哪个爸爸？亲生爸爸。亲生爸爸是谁？华山，这是我不知道我。哦，你太多，你那弄错了。我从小到大没有爸爸，只是我妈妈跟我讲。没有啦，不知道，我可没想到像你这样。你看，这是我妈妈写的信。让我看一下。不，这个是你啊。不是啦，先看到底是怎样。我根本不是，对，没关系，先问，你妈妈是在住哪里？嘉义的水上。我根本跟他等一下，你先听他讲嘛。我小时候，我妈妈就跟我讲说，我爸爸很早很早就走了，但是我长大之后，我妈妈才跟我讲说，其实我有一个爸爸。
爸爸的名字叫做华山。然后你妈妈是几年辞职？我妈妈今年45岁。不是啊，你妈妈，你知道她在哪里读书吗？嘉义女中。上面是有人是不是？没有。啊，你妈妈是嘉义女中。嗯，那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。你一定认识他，他有给我一个纽扣，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纽扣。等一下，一来讲第一个我们不认识你，然后你那个在那是录音是不是？你把那先关掉，他在那边录音。等一下，你说管理员，那你应该叫他来啊。我才是最无辜的人，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爸爸呢。等一下，你现在在那扯这个没有用。所以你不认我这个儿子？不是啊，我就跟你没有关系，我要怎么？一定有关系。你叫我们叫警察？叫啊，还是要滴血认亲。等一下，这个不是我们的东西呀、啊。这是我妈妈写的空心，妈妈写的空心。没有，我叫警察来。你刚刚差一点夹到我的手，你这样对待你的。爸爸，你干嘛？怎么了？他应该要来这边，是不是啊？爸爸，我们在开心。爸爸，我们在开心。好认真的装爸。在这边，你受了气。你现在在拍片，笑一个。哎呦。就是我跟你讲一下，我有点相信，真的有那个嘉义女朋友是我不认识。真的。他说他念起来嘉义高中，那我是念后壁，再来他差50岁，我要住大理，再怎么凑都凑不到。可是因为他真的有一个青梅竹马，有被我看过相片，对，说是什么他班长的表妹啊，那个是你说，所以我就一直耿耿于怀，结果你突然来找到我。其实我心里在想，说不定是真的，是不是真的？而且我觉得这有点像你的行为。他说孩子的爸，我是你高中那段最美的回忆。我知道你忘了，但是那天在厕所里的一切，我永远无法忘记你的强悍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你不够冷静，你知道吗？我有看到他的嘴唇有一点在发抖。因为其实相信的是我，所以我要证实，所以我不许他关门。小波，你演好好。我觉得你演的真的很像。可以，妈妈有像吧？因为我跟他网络上大家都说长得像，有点像，有一点。如果是真的，你会养育他吗？真的，我们没办法接受。真的话，先打一顿这样。你会怎么处理？孩子是一般这个都要先验 DNA。没有，我不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怕怎样呢？人家来挑战。不是你到底有没有嘛？你有没有在厕所嘛？一直纠结在到底有没有在厕所。念后壁高中跟这个哪有关系？好了，好可怕。以上是今天影片，今天非常 real。对，我们刚在旁边拍，笑到不行。你们没有发现楼梯间有人吗？没有，是他发现。其实我也没有完全发现，我以为说他带人来，以为他妈妈在上面。妈妈，等下突然出现，哇，更精彩哦！你要塞一个妈妈。没有，我心到现在都还跳，因为我觉得他能力太强了。妈妈你好捧场哦。对啊，看到母猪都晒貂蝉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以上是今天影片，喜欢这样订阅分享，每个人的频道都订阅起来哈。香水人生小波，超无缘的小孩，对，无缘的小孩。好，还有那对爸妈的频道，酷炫老师跟帆布的频道，记得吓死我了。好，拜拜。那请问今天着用的香水是闻吗？对啊，很香哎，一个叫做 Crawf。它是美国销量的第一名，早在1996年就上市了，而且它是目前香水名人堂刚好有上榜的一款香水，然后它刚好就是有一点点苔藓，像那种坏坏的男生的感觉，它不是物质哦，所以我就觉得就很适合我这一种，就是看起来不像太文青，然后你要说很 man 嘛又没有，就是刚好三不管地带的男生。我也是属于三不管地带，也还好，但很够用。对，好。